少爷，早知检点又怎么会有今日呢？老爷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只求做小的。你想做小的，那还得经过人家赵家小姐的同意，不是你说了就算的。你们两个今天跑到这里来闹事，别说赵家人同不同意，我第一个就不答应。如云，你要是真的喜欢少爷，就该为他着想。 再说这种事情传出去，你以后怎么做人呢？我现在都过不去了，还管得了以后吗？我什么都不怕。那一天，我喝了你给我倒的那杯茶之后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一直昏睡到第二天早上，这样你就能有身孕了。你还想赖吧？你和如云共度一夜的事。 左邻右舍都知道了，你赖得掉吗？如云，你不要管这个下三滥。我问你，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吗？不要脸，敢做不敢当，你算是男子汉了。好，我们去找大夫来把脉。如果她真的怀了孕，也要算算时间，看是不是我们家少爷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当我是个随便乱来的女人吗？ 你们给我听仔细了，我就是怀孕了，怀的就是你陈天雄的孩子。听到了吗？是你陈天雄的种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那就找个大夫来看一看吧。好啊，最好把同心堂的亲家赵大夫找来，让他好好看看。 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小心点，别碰着了啊！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可不是吗？快快快，小心点，里面请。哎呀，辛苦辛苦，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恭喜恭喜了！谢谢谢谢，辛苦了。哎，怎么没见新郎官呢？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新郎这两天啊。 感染了风寒，陈老爷特别让我向二位致歉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拜堂不成问题的。哎，那我说这个，亲家母，你放心好了，没事的。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大家把礼袋都抬到这边来啊，快点快点，好礼抬，往礼抬，好礼抬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你说这，算了算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恭喜恭喜了，玉儿啊，你知道吗？ 在姐妹多的人家呀，吃这顿饭叫姐妹桌，表示从此姐妹各在一方，难得相聚。你没有姐妹，你爹和我陪你吃这一顿饭，也是要你记住，从此你就是陈家的人了，凡事都要以婆家为重。 你嫁到人家家里，要谨记坐下。
少老爷，赵夫人，时辰到了。嗯，哎呀，哎，我的新娘子，脸上的妆都哭花了。放心吧，幸福快乐的日子在那边等着你呢。快补补妆，我们要上花轿了。就靠你自己了。这张银票虽然面额不多，但是足够让你们请个医生把脉，也足够让你们过上好一阵子了。老爷，别再给他们钱了，他们分明是敲诈。对呀。好，陈老爷，我今天就再给你一次面子。我们走。请你们从后门走。从后门走。好，陈天雄，哪天我给如云安好了胎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我们走，走。你别想走啊！你别走，哎，你别走。少爷，天雄，少爷，喂，老爷，如云怀孕还能跑，他们兄妹就是用怀孕来威胁我们家少爷的。你快叫人把他们俩抓起来吧。哦，算了。还是迎新娘子要紧啊，快走吧。哦，来，快过来。新郎新娘原定三生，家儿家父同心同德，从此一世宜家，五世齐昌，才子佳人美满良缘，夫唱妇随，白头偕老，彼此心心相印，百年好合。新娘下轿。老爷，你先带少爷去大厅等着，我去接新娘子。嗯，好吧。哎，哎呀，下台阶小心点啊！哎，新娘子来了，过去。天雄，哦，姑娘，你是春儿吗？我是少爷的奶娘。你们家小姐就要进新房了，我先带你过去看看，看有什么地方要打点的。嗯，好，谢谢奶娘。便见。新郎官，迎接新娘子。啊，怎么是他？走吧，春儿，走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奶娘，新郎不是他。我们家少爷不舒服，先找人替着。我们快进去啊！黑拜天地。来，哎。居山，
小心点啊。觉得怎么样？婉月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天已经黑了，我已经通知过老爷和奶娘，他们知道你在这儿。不行，我要赶回去。哎，君山，君山，我知道你在急什么，但是赵家小姐已经和少爷拜过堂了，你现在赶过去，他们正好入洞房，你又能挽回什么呢？君山，你别这样，刚刚老爷和奶娘派人来看过你，他们让你好好的休息。对不起，君山。哎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动作麻利点，赶快把那收拾起来。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快点啊！春儿，你醒了。奶娘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你忘了，你才喝了一杯就醉了。多吃菜。谢谢。春儿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们喝一杯，祝福少爷和少奶奶从此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。可是我还没有去看小姐呢。你先喝了，再看也不迟啊。奶娘，我怎么才喝一杯就醉成这样了？啊，可能是你喝不惯，那酒是我们陈家自己酿的，甜甜的，容易入口，就是后劲儿大了点儿。哎，哟，你别着急，这儿是我的房间。今晚你就在这儿休息吧。啊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少爷，那个小姐，我是说啊，我们家小姐嫁的是陈少爷，没错吧？哎，当然是陈少爷。你放心，陈家只有一个大少爷，他是老爷的独子，而且他深爱着少奶奶。少奶奶嫁过来之后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奶娘，我想去看一下我们家小姐。哎，今天晚上是少爷和少奶奶洞房花烛夜，你去做什么？我乖，听奶娘的话啊。哎，喝茶。嗯。Thank you.
你为什么会掀我的盖头？我是你丈夫啊，不是我掀你盖头，那该谁掀你盖头啊？不是，我嫁的人不是你，你不是我丈夫啊。我当然是你丈夫了，跟你拜堂成亲的人就是我啊。不是。喂，玉华，玉华，玉华，你干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春儿，哎，春儿，哎呀，你不要。我们别管，你放手。奶娘，我们家小姐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会有事的，你别担心。来，你走开、啊、我们走。没事的。你是怎么了？不是陈少爷，你出去，你出去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陈家呢，就只有我一个儿子。如果我不是陈少爷，那谁是陈少爷啊？没有其他人。不可能，你骗我的。你去把陈少爷找来，啊、你去帮我把陈少爷找来，你去找来呀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陈少爷，你说的是谁啊？哪个他呀？我就是陈少爷，没有错的。春儿，你小姐，开门，小姐，别吵了。春儿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不是陈少爷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想嫁给我的话，为什么要答应这门婚事呢？你告诉我。没有，没有。我来问你，那个金钗，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骗婚呢？啊，喂，金钗是你自己给的，我骗什么婚啊？我根本没有骗婚啊！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呀！我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这件事情呢，我觉得金钗是我给陈少爷的啊。可是我就是陈少爷，你不是那金钗，我就是陈少爷。金钗是你偷来的，你说什么呀？金钗是你偷来的，我没有偷啊！你别吵，你别吵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，你给我住嘴啊！少爷，他就是陈家少爷。那个人是谁？怎么可能？那个人是谁？菊山，菊山，你醒醒啊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、啊！少爷，菊山，怎么了？他晕倒了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少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快备车！哦。快点啊，快点！哎，停！你怎么这么慢呢？走开，我来。文玉，上车。我快上去，快点坐好啊，小心点啊。坐稳了。少奶奶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该死。那只金钗从哪儿来的？
是谁给你的？你为什么要把我的金钗给别人？是他逼你这么做的吗？是他让你这么做的吗？不是，没有人逼我这么做，这不关我们家少爷的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全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少奶奶，要怪就怪我好了。金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想听实话。我不能说，我只知道你嫁过来一定会很幸福，你幸福，我们家少爷也会幸福。我要嫁的不是这个人，你不明白吗？可是你们两个已经拜堂成亲了。少奶奶，我请你给我们家少爷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跟他相处过，你就会知道我们家少爷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你会喜欢他的。我不要听。少奶奶，你起来吧。少奶奶，你不肯原谅我，我就跪着不起来。少奶奶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家少爷说过，他已经把你刻在心里面了，他会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他一定会好好的疼你。少奶奶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们家少爷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求你接纳他好不好？不可能。少奶奶，小姐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春儿，我想自己静一静，你和奶娘先出去吧。哦，是，你走吧。少奶奶，你快起来走啊！我们家小姐已经被你害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赖在这里不走，快起来，你走吧。少奶奶，快走，少奶奶，你走啊。好好休息，不要再乱跑了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好好好，怪不得我一整天都没看到你，原来你小子躺在医院里了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今天是你洞房花烛夜，你快回去吧。那我们三个呢，从小玩到大，一向无话不说的，我也用不着瞒你们两个了。今晚进了洞房之后，等我掀开新娘子盖头的时候，她竟然大惊失色，她说她要嫁的人不是我，我是明媒正娶的，她竟然骂我骗婚。他说金钗是送给另外一个陈少爷的，不是我。他说我的金钗是偷来的，他还骂我是一个又偷又骗的无耻小人。在他心里面早就有意中人了，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一头热。你们有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新郎官？新婚之夜被新娘子赶出洞房，我真是丢人呐，脸都丢尽了。少爷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当然有误会啊，而且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误会。我现在真的非常好奇，到底他喜欢的是谁，是什么样的人，居然能让他私送金钗，倾心相许。
少爷。进你屋里再说，我不想吵醒大家。奶娘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那只金钗到底从哪儿来的？为什么赵小姐会说我不是陈少爷？少爷，你不要问了好吗？为什么不问呢？所有的事情你最清楚了。你说什么金钗是在我口袋里找到的，全都是胡扯，是不是？我当初真是疯了，明知道不对劲，也情愿相信你的鬼话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赵小姐所说的陈少爷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想嫁的人到底是谁啊？少爷，少奶奶会回心转意的，你就跟他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问这么多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今天非得弄清楚。你不想告诉我，但也没关系，我自己去问清楚。少爷，你不要再跟少奶奶起冲突了，你心中有什么怨气，尽管对我发好了，今天所有的罪过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一个人承担？你有多大的能耐承担？你只是一个下人，承担得起吗？少爷，赵小姐，你说清楚。少爷，少奶奶是不是一气之下走了？这么晚了，他能上哪儿去呢？我去看看。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回事？玉儿。孩子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连夜跑回来了？啊！哎呀，快进去吧，有什么事进去再说吧。啊！哎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玉儿。今天是你的新婚之夜啊，你怎么能在你的新婚之夜跑回娘家呢？啊，
你懂不懂规矩？这是做回头教啊！是玉儿自己跑回来的，他哪有坐轿啊？这道理都一样，这关系到他一辈子的幸福。玉儿，别怪娘狠心啊！你迷信，你不可理喻。玉儿，跟回去。玉儿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这样。为了女儿的幸福，我就是你心要信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玉儿，让我进去，走！你们别吵了！做都可以，可是女儿不愿意将错就错，所以趁着黑夜无人注意，我们就逃了出来。爹娘，天一亮，女儿这桩丑事势必会累及爹娘声誉。女儿对不起爹娘，女儿向爹娘赔罪了。玉儿，玉儿，快起来！爹不在乎什么声名。玉儿，娘当初就不赞成你嫁给那个随便认识的人。你看看你，你这一步走错了，整个命运全改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你要少一点迷信，今天晚上玉儿就不是住柴房的命运。我不跟你争论这个，现在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这些账全都要算在陈家的头上。我们的女儿不能这么平白的受人欺负。老爷啊，那个陈老爷在当地也是享有声名的，这陈家为什么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骗婚呢？这其中可能有误会，要责怪人家，我们也得先把事情梳理清楚，才好有个立场。好了，已经折腾一个晚上了，天也快亮了，你们爱睡哪儿就睡哪儿吧。玉儿，你放宽心，我相信陈家的人迟早会给个说法的。生的大事，配偶是一生的伴侣，啊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啊！你怎么可以这么自以为是、自作主张呢？这是不是天雄的意思？说老实话，我不准你隐瞒。不是，不是，少爷。
是我，是我自作主张，自以为是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呀，简直是错得离谱啊！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种事你怎么敢擅自做主呢？事出必有因，告诉我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我是想，赵小姐她蕙质兰心，知书达理，她一定会成为少爷的好妻子，她会帮助少爷努力向上，帮助陈家日益兴隆，少爷未来人生有她相伴，只有好处。况且少爷又那么爱她，为了她茶不思饭不想的。别拿我当借口！你又不是我娘，你凭什么管我娶媳妇的事啊？我陈天雄要娶个好媳妇有什么难的？谁让你管我？我的人生关你什么事？我的未来关你什么事？是谁？